恭喜你，就是之前有宣布然后就业金卡的消息。哦，谢谢。对啊，欸，是很容易，是蛮容易申请的吗？觉得我就比较好像比较容易。哎，怎么说？其他人的很难说。哎，为什么？我拿过金像奖，好像是前两百位，对不对？刚听他们说是前两百位，还是专业的那些专业人才前两百两千位。那对于这样的就业金卡，觉得说，哎，台湾的这个就业或者是说演艺环境怎么样？还适应吗？还喜欢吗？还没开始了，还没开始。对，上一次是不是就有啊？就有开拍过了。开拍过，觉得这几个月觉得台湾怎么样？台湾一直以来都很好，我觉得。嗯。台湾最漂亮的是人。那秋生哥现在在台湾生活还习惯吗？没有什么不习惯的，有不听有人问这个问题，可是我真的非常好奇，可应该有什么不习惯的呢？那您选择台湾的就是原因是什么？就不是去英国，而是来台湾啊？什么？就是你选择来台湾就是工作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不是要英国啊？哦，我英语讲得不好。还有其他原因？啊，我怎么不知道国语比英语好？也不是很好，也不是很好，可是比英语好啊！真的是这样啊？哎，到时候我在车上我告诉你。